告诉我说，在客家后援的大会，我一定要全部讲客语，所以我也就全部讲客语。一米喵，动是动，起个行，幸福一米喵，动干丝，必须有注谢，领功法，请严重，客人记，还有恩利行注烟。给你发威严，修宪礼，参运庭，全台湾，各先师客家后援会会长，各位乡亲，大家好，大家平安。今天暗夜，一个后援会会全国各地客家后援会都是乡下在亚里，一起去一拜。乃七多请监督替这家日请支持替家讲是也不是乃记得四年前千多年国乃是黑家妹用不会讲客一件事情乃一起记载信读上一拜日本一零年选总统的时间都拜到黑家乡亲的场合都是恩利叫人字，一句一句录音本来本来在专题不下练习。故说一一拜，我决心爱落合法合转来，公本太家堂，敬本你，我非全部公客，好人好。敬本你，恩利全国的客家乡亲都来到幸福一面庙。来支持蔡英文，本来十分的感动。千多客家乡亲一直以来都是民进党最好的朋友，也是恩利学习的对象。我五七六四张希世公学，就像重新学一个新的语言通用，多辛苦，多辛苦。不过。爱吃多懂欢喜，非一种语言，就是本恩利增加新聪明、新角度来看事情。挑拜，依着客家人讲，民进党是福禄多，千多客人闹来讲，出席二条都讲福禄花，都唔重视恩利客家人，客家人也是台湾人啊。我听到就感觉挺有道理。客人本恩利看到民进党的不足，故说今本年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全国客人面前台上全部公开。各位客家乡亲，我的合法有进步吗？有进步吗？我的合法有进步。你要谈到恩利的合法有清欢喜吗？有欢喜吗？
各位客家乡亲，我相信伊要给新年的青岛都老爱通用，唔会讲合法的。而你做唔得，本安阳的事情继续下去，我希望而你的自自顺顺，做着做做未讲好，傻傻未讲好。所以讲，恩利嘅祝总也。明年蔡英文做总统，俺阿老恩利客家乡亲做四件事情。第一，恩利爱中白合法听众国家语言，合法合法也是台湾话。俺爱本客人对恩利客家嘅语言文化。有尊严，有信心，我爱本老人家去乡镇讲说，去语言都做得更好，乡下来创造一个自然更好的好环境，大家讲好也唔好。请你，而你爱本客庄老人家有较好的照顾，而你要有北港医疗行动庙，含有复方一点交付中心。本恩利黑总的师太呢，做得在七家的沙溪养老，三十十八年，好也唔好。第三，恩利爱鼓励客家后生人转来家乡，恩利爱改变黑总的生活环境，将把生意做好来，本后生人有发展，做生意有机会，后生人就自然会转来，但爱爱铺一条向上人转入的道路，本黑中带来更加好嘅、更加新嘅生命力，好也唔好？第四，而你爱启动龙门台山线嘅国家计划，台山线一路两片嘅客家中，有前丰富嘅观光及各种商业嘅资源，而你本旅游业者。依本工作者向里乡镇村里做着合作，加强文化创意，新型农业老新公共产业的发展，好也唔好？廿拜选举，廿拜选举，我一拜又一拜去拜访各地的合作，选唔出几多拜的。上拜选举，我老太七家讲，客家人听客家话。不过，廿一拜，我要更加好、更加足的准备，爱为台湾的客家文化来打拼。我爱老客家乡亲讲，廿一拜，客家妹爱听客家人，大家讲好也唔好？而你现场的陈运景一听关心关心，而你客家文化一些最了解，而你客家的休闲人。去了蔡英文乡下去蔡亚美，我爱老太七家拜托，听说爱飘飘大本参运行，本参运行东西，而你爱本金铺力量在国飞国班，好也唔好？好也唔好？原本呢，就按照乡亲朋友来到而你做些台飞，我实在实在真感动感动。一千羡慕，我猜也比爱老太子家保证，明年黑家妹做总统，听说未必骗你，更加杀马，更加大拼来推动黑家文化，听说会创造下一个黑家美好年代，好也唔好？你能一了，台湾真正会无强弱，而你强下改变台湾。好也唔好，加一百，而你恐吓来打拼，好也唔好。多谢大家，希望大家努力，安之生。谢谢，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在场，我们来自全国的客家后援会。今天我的幕僚告诉我说。在客家后援的大会，我一定要全部讲客语，所以我也就全部讲客语。那全部听懂的请举手。
个是很大的鼓励，我会继续全部讲客语。我不但要讲客语，我要让我们全台湾，我们这一代，我们下一代，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讲客语，好不好？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客庄有新的产业，让我们的台山县带来我们客庄新的生机、新的事业、新的生命力，大家说好不好？我们也希望我们因为有新的机会，我们的年轻人都愿意回到客庄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打拼，自然而然我们就会有一个说客语的好环境，大家说对不对？我们也要照顾老人家，让客语在乡镇公所、在医院，他们都可以讲客语，他们觉得生活的自在，大家说好不好？我们也要在我们的客庄有医疗行动网，也要有日间照顾中心，让我们的老人家在自己的社区里养老，大家说好不好？好不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益民庙、我们徐董事长的支持，还有我们所有董监事，包括我们何乃轩董事在场给我们的支持。今天我看到这么多来自我们全台湾各地，我们客家会员都在这里，我真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一起来打拼，一起在2016年1月16，我们创造历史，好不好？好不好？我们在2016年1月16以后，我们要改变台湾，我们要一起来努力，让台湾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始，好不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